发展一村里一特色，花旦湾仔社区居民讲，趁着这二期稻作收割了后，无偿提供农地来种这个白菜头。收成了后哦，阁会当来做成菜脯、菜头丝等产品，卖出去的所得，讲要作为社区发展的经费，和社区的活动，拢会当顺利来推动。本身就是种田人的村民金石莲伫咧扫草，就是较杂，爱生条，嘿，爱生啦，这啦，这爱生啦，啊，草无效，草枯掉。这是大片的稻田，伫咧二期稻作收成以后，也着菜头籽，伫咧生长的过程无喷农药，就连除草嘛拢是社区民众做伙动手。即马就是在晋江吼，大家尽量合作来，伫咧生在菜头长啊，以上，啊，无收在后头细啊条啊，咱社区理事长甲这班长吼，大家真正用心，啊，跩社区跩志工吼，大家真正合作安尼。社区理事长讲，湾仔村拢是田，要安怎运用现有的资源是真伤脑筋。即回有村民真慷慨提供一家外地来种菜头，收成以后，社区的民众嘛会遵照古法来做菜脯的产品。啊，因为咱二期稻作收起，吼、哦，有一段空窗期，就是超三个月的时间。啊，咱社区哦，咱这志工妈妈这吼、哦、啊，想讲啊，是毋是利用这个空档哦，啊来这个这产地哦，咱这农民嘛就足乐意，要让咱社区来使用，咱这来做这个微创的农产的产品。就是咱来种菜头、做萝卜干。村民同心协力除草扫丛，五十天以后，嘛会发动村民甲当地三村国小学生来挽菜头、拔菜脯，做伙发挥在地力量，共同为社区服务。大众新闻中，谢良辉、段彩虹报道。